想爸爸了？爸爸去哪儿了呀？爸爸去中国喜剧力量当评委了。知道你们今天过生日，特意给你们准备的蛋糕哦。但是快递太快，跑飞一个帽子，只剩一个了，给谁戴呢？弟弟比较可爱，给弟弟戴吧。来，来，我们吹蜡烛许愿，吃蛋糕了。你这孩子怎么把帽子给撕了呢？知不知道哥哥还没戴呢？乖，不哭啊！你过蛋糕，你先吃好不好啊？乖啊，来，我们呀把蜡烛点上，许愿，然后我们一起把它吹灭，好不好啊？你怎么先吹灭了呢？我许完了。可弟弟还没许完呢。好了，别哭了。你这孩子，你也不听话。妈妈说什么了？不是说要一起吹灭吗？你怎么能先吹灭呢？一定要记住妈妈说的话，你们俩呀是双胞胎兄弟，一定要同心协力，互帮互助，知道吗？以后不许了啊。来，我们吃蛋糕吧。吃蛋糕，看看这蛋糕多香啊。爸多好，还给你准备生日蛋糕。来，谁也不许先吃啊。爸爸除了给你们准备生日蛋糕，还给你们准备礼物了呢，等着。来，宝贝们，看看爸爸给你们准备什么。你这孩子，妈妈说的话你就不听是吗？我说不能先吃，你怎么能先吃呢？真不听话。这回啊谁也不许先吃了啊。来，你这倒霉孩子啊，自己偷吃蛋糕你还诬陷哥哥，你还想干啥呀你？好了，哥哥乖，不哭啊。来，礼物拿着，妈妈去给你倒杯饮料喝好不好啊。来，喝吧。哥哥真棒，还学会谦让了。你们一定要记住，你们俩是亲兄弟，要同心协力哦。你先喝吧，妈妈再去给弟弟倒一杯。又偷吃蛋糕，还抢哥哥饮料，还撒一裤子，你还想干啥呀你？妈，气死我了！生你真是奇迹，走，换裤子去。黄一伦爸爸，你送给我们的蛋糕，我一个人享受了。谢谢，谢谢。谢谢啊。好，在我们响起热烈掌声送给三位选手的同时，也恭喜一下王岳伦老师又多了两个儿子，谢谢。好，我一直想问一下香姐，这事您知道吗？这事我还真不知道。哎呦，王岳伦，你们俩儿子太可爱了。是，我的天哪，三位这导师是沙溢老师啊。为什么不说这两个孩子是沙溢老师的呢？这沙溢老师没参加爸爸去哪儿，参加爸爸去哪儿就沙溢老师的，就俩爸爸。是，为什么沙溢老师没有参加爸爸去哪儿呢？因为沙溢老师的爸爸很忙。对。笑点都有了，没错。而且呢，比昨天晚上给我看的时候表演更细腻了。两个人之间的配合更好了，我个人我觉得真的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，特别棒。表演今天呈现得很完美。啊，我觉得这个小品的创意非常好，跟他两个小 baby， 然后坐到现场，后面一个 A，一个 B， 然后两个人的服装造型，然后那个音乐一搭，就是突然间就是很温馨。是。啊，然后一下抓住所有的观众，就想看这两个 baby 要干什么。这个小品还是要传达一种啊，兄弟之间啊，这个母子之间都要传达这个。母亲呢弱了，啊，母亲呢像幼儿园的这个阿姨，
老师。